做程序员20多年，时至今日才看见发布的程序居然能够直接和普通人生活交互，到底是喜是忧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顾影琼博士。20多年前流行的是微软的软件产品，通常需要几年的发行期才会和老百姓见面。之后一些比如谷歌、脸书之类的，也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用户量，就是所谓的用户体验和磨合期。但是 OpenAI 的这一次的确很震惊大家，直接能够把给的文字转化成用户可以直接体验的视频。在这种结果下，我们可以想到的是，我们不再需要产品设计师、美工等等职业，因为人工智能就可以直接生成你想要的视频和音乐。进一步想，我们程序员的工作应该也是岌岌可危，再等人工智能继续发展几个月，就应该能够把我们这些创造他们的程序员给取代了吧？可以，我觉得未来可能最稳定的工作还应该是硬件工程师、水电工之类的。A few hours ago, by OpenAI called Sora, all it takes is typing in a short text.